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凡圣只在一念之间，这个一念转变能够舍己为人，就是佛菩萨。如果是为自己也为别人，这就是凡夫了。只为自己不为别人，这个三恶道啊，可能要占个90%，很难避免啊。由此可知，这确确实实是在一念之间。如果念念为一切众生，这就是佛家常讲的尘缘再来啊，已经超凡入圣，但是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身体也不能任意糟蹋掉，好好的利用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个样子啊。所以对于自己个人的生活啊，我们讲私生活、家庭、工作，没有一样啊不认真，没有一样啊不循规蹈矩。为什么这样做？做给众生做样子，决定不是为自己做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上告诉我们，他久远劫已经成佛了啊，不是这一次才成佛的。他到这个世间来示心啊，来投胎出生啊，求学修道啊，在表演呢正果，这都是多余的，何必要做这些样子呢？我们晓得做这个样子是给众生看的，是让众生看到这个现象能有所感悟啊，这叫示心，这个叫大慈大悲。一切菩萨修行正果，大致上都离不开八相成道啊，所以世尊也寻这个模式来表演，来做给大家看。这个里面用意太深太深了佛心清净，色界天人已经离开五欲了，
财色名食睡也。那么佛还需要吃饭吗？还需要睡眠吗？不需要了，他也这么做，也是心啊，还是出去托钵，每一天出去托钵，日中一时啊，中夜睡眠，中夜休息，中夜是10点钟到2点钟，他要做这个事情，没有必要了，也要做出样子，教别人呐，教一切大众啊，学佛，学佛这个形象，学佛这个样子。处处都是示现，处处都在表演。我们在中国佛门史传里面看到，佛菩萨应化到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啊，已经成就了，已经正果了，还要事先反复这些迹象，从迷开悟，悟了以后如理如法的修学，也表演这一套，这个叫大慈大悲也。他可以不这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因为这个世间人末法时代，大家都放逸了，无论世法佛法都不认真了，都不肯循规蹈矩，世间人做事喜欢投机取巧，出家人修行弘法也喜欢投机取巧，不按规矩来了，所以佛菩萨了事先守规矩给大家看，人见不到的地方也守规矩。为什么？人见不到，鬼神见到啊。现在鬼神也不守规矩啊。佛菩萨一举一动是度六道众生啊。你说那个慈悲心真的到基础啊。不但给人做个好样子，也给鬼神做个好样子。末法时期人没有耐心，不肯布施，放不下，佛菩萨示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世间人不持戒，不持戒就是不守规矩，佛菩萨世心循规蹈矩，世间人没有耐心，佛菩萨世心很有耐心，这叫度众生。
我们提出修行这五个科目，少到不能再少了。我们在这个世间，演这一场戏，就把这五个科目表演出来，表演的像样就好了。啊，世间人不孝父母，我们表演孝顺；世间人不敬师长，我们表演尊师重道。啊，世间人缺少慈悲心，我们表演大慈大悲。啊，世间人造十恶业，我们表演修十善业道。啊，世间人学佛受三皈依，那个三皈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表演真正从迷邪然回过头来，一觉真经。啊，即使你是佛菩萨再来的，你一定要这样表演。啊，你才是真正的再来人。你来是度众生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从今往后，我们讲演的总题目，也就是总目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不但自己要向这个目标努力精进，也教导一切众生都向这个目标去精进。啊，所以修学做事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存丝毫苟且之心，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学佛最要紧的这个转变呢，是从心理上的转变。啊，心理上转变了，你的身语自然也就转变了。啊，身心转变了，这外面环境就转变了，所以风水就转变了。昨天晚上我在居士林见到从厦门来的一位老法师，82岁。啊，他今天到马来西亚去，我看到这么大的年龄还到处奔波，我的感触就很深了。啊，老法师身体不错，很慈悲。他懂得风水，很有研究，跟我谈这个风水轮流转了。可是风水的转变，诸位要晓得，根源是在人心。啊，环境是跟到人心转。人心向善，这风水就好啊。
他告诉我，这个风水啊，渐渐转到中国了。啊，告诉我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宗教政策的落实，对佛教的前途非常有利。啊，政府里面的高干现在对佛教很关心，他们也很认真在学习，好事情啊。啊，全国上下都真正能明理，人心就转了。那人心转变成佛心，这个国家就变成佛土啊！啊，还有哪个风水能比得上佛土的风水好呢？这一定道理嘛！啊，尤其是净土宗的宣扬，心净则土净呐。立竿见影呢，效果无比的快速显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应该晓得自己怎么去努力。啊，确定自己的方向，确定自己的目标。学习为人，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只有社会，啊，只有国家，啊，要用现在的话说，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这是菩萨道，这是菩萨行啊。那社会好，大家好，我们自己当然好。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吧，没有脱离群众吧。所以一定要晓得，为人才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不顾别人，这就大错了。菩萨心跟众生的轮回心差别就在此地。啊，真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的是，处处要做表率。要做一切人的好榜样，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啊，要有耐心啊。古德要求学生。遵守修学的规矩5年，我们现在人的根性比古人差得太远了，5年这个根扎不住啊。所以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习，李老师要求我5年，我自己自动延长5年，我守他老人家的规矩10年。古人所谓
根深则本固啊！啊，这个根要扎得深呐、啊。古大德教学用意非常之深，但是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没法子用了。所以思道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白。现在做父母的都不能够约束儿女，要求儿女，何况老师对学生。这个时代是民主自由开放啊！在民主自由开放的时代，要想成就道业是非常非常艰难啊！这个环境不利于修道啊，因为众生心呢，古人有个比喻是心猿意马了。这个心是放荡的，像猿猴一样啊，收不住的。古时候这个专制的时代，他约束你，你不敢不守规矩，民主自由开放，那就随你放荡。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所以从前修行学禅的人能得定，能开悟。现在修禅连定都得不到了。你要细细去追究这个原因，这社会环境呢非常不利于修行。就是不得已才念佛念佛也得要不受社会的诱惑，你功夫才能成片如果你心里头拿不定主意，外面常常受境界的诱惑，人事无种种诱惑，你一天佛号念得再多，功夫依旧不得力。所以现在一定要了解大环境，没有人约束我们了，我们要自动自发，自己约束自己，才能成就。所以学习跟定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我们才能把路子走出来啊！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学习华严，我们跟定一个老师啊，清凉大师所以我们的研究讨论是以苏超为主，以惑论来辅助道培禅师他所做的苏论纂要也是以苏为主以论为参考这诸位很明显看得出来他自称是清凉李长者的私塾弟子
啊，四叔弟子老师已经过世了，我依他为老师。依据他的著作，跟老师在世的时候一样，循规蹈矩来学习。啊，不敢违约，啊，这是清凉礼长者真正的弟子。啊，如果拜一个老师不能够遵守老师的教诲，这个不是弟子，这是假的，啊，不是真的。今天在这个世界，谁是善知识我们不认识，我们找古人决定不错。那在晋宗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叫我以印光大师做老师，常常读诵啊老师的文抄，依教奉行啊。这个话正确啊。李炳老不敢以师自居，他是印祖的学生，他要我依印祖。出自于真诚，言辞非常恳切，感人甚深的。我一生不敢说是人的老师，不敢，没有这个德学。所以我劝人以无量寿经，以阿弥陀佛做老师。晋宗祖师当中，善导、莲池、偶益、印光大师，这四个人的作品很丰富，字字句句与往生经完全相应，可以依靠。啊，以这几位大德为老师，我们的道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心意回过头来，如理如法的修学，做个好样子给人看。这是真正的如来第一弟子啊，端在自己发心受持。好，时间到了。